全台第一家取得数位有线电视执照的全国数位有线电视，选定新庄板桥三重启动，而且在今天举办了开播典礼。全国数位有线电视旗下有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崭新智慧家居服务，甚至打出了一核到府完全服务的诉求，让用户优先体验数位汇流的视觉感受。开播时也将推出全国最高速的宽频上网等价值服务，掀起智慧家庭新革命。